OK， 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 Patrick。 那我现在人呢在美国的我家附近的那个超市啊，那它是叫做 HEB 啊，好像要过马路。那今天要来逛这个超市啊，那就顺便拍给各位看。那等一下还有要逛另外一间，这是叫这是什么活马。OK， 那现在就先进去吧。那现在是晚上的7:07，9月6号星期五。Hello， 好肥皂啊！我手机拿着，不然我裤子一直滑下。哇，这里面有很多卖蔬菜啊、蔬果什么都有。先来去看一下，你们先去逛，我先录。哦 ，OK， 各位，哇靠，这有寿司，又在寿司啦，这个，哇，这寿司11.99，靠腰，超贵，哇，真的很多种口味，这边还这个越南饼皮，现在卷了一个虾卷。好，各位，那现在先转场一下，等一下找到一些什么不错的东西还是什么再来拍。OK， 先这样，转场喽。OK， 各位，我要找到一些好康的东西，就是饼干啦。哇哇，多利多姿哎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party 在吃的那种超大包。真的是超多的，然后还有奇多啊什么的。对了，忘记跟各位讲，我之前刚来美国的时候，他说差不多国小3年级吧，来美国这边第一次来的，2017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叫什么，这一大包，我就跟我爸去那个叫什么，去那个沃尔玛买那个，就是这个超大一包，结果我去那个叫什么。怎么讲？就是住屋就那个叫什么？怎么讲？旅馆的时候，哇靠！你知道我就一直吃这个，吃到半夜，哇靠，吐的要死。可那时候这个大半夜，然后又没吃东西，就在吃这个，所以就导致太油，然后整个肚子就……哇！然后这里的品客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酸奶的起司的跟酸奶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蜂蜜的。蜂蜜芥末，啊，这个是会辣的，这个是什么叉口的？旁边一个墨西哥人在那边讲干话，我听不懂啊。查一下这个是什么，看不懂。HABAN 查不出来。然后这个是最辣的，辣死。然后这个是低盐的，低盐什么低盐什么鬼？低盐的，就盐比超低的。然后它是2块美金，要求超便宜。这边还有一个 Ranch 的那个酱的，然后这个是披萨口味的，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，但是我在台湾的高雄家乐福还是全联 7-11 我都好像没有看到哎。然后这个是盐跟醋的，哇，真的很多不同口味要求。让我看一下哦，等一下看，这里有这个那个奇多出的跟那个品那个。真的雪品客笑死。哇，
真的超多不同口味的。然后我爸他在看到，那右边那边是卖水的。那我先来带各位去看那个什么冰淇淋。左边都是果汁、红茶什么的，然后这个是甜的3.62这罐。虽然说我没有喝过，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。哦，这一排没有人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好好讲话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一些微波食品，可是我通常很少在吃这个，除非是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，就是美国境内啊，然后去那个 HEB 还是沃尔玛去买一些这种微波食品回饭店微波，就可以直接现吃。哇，然后这个说实在是蛮不错吃的，这个 biscuit 这个 sausage egg and cheese 这个。就蓝色标志的那个，这蛮不错吃的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跟各位科普一下一件事。你看上面这里有写那个 burrito 有没有？那个就是叫什么墨西哥卷饼，因为它是卷起来的嘛。burrito 是叫卷饼，然后 taco 的话就是像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半圆形的，然后它是中间有东西可以这样夹着吃，那叫 taco， 然后 burrito 是卷饼，墨西哥卷饼。我这边有不多，有好多不同口味的那个冰淇淋，还有雪糕。我来找一下哈根达斯，等一下哈根达斯是跑去哪？怎么那么小杯？哇，我找到了。冰原味的草莓口味3.98，然后最左边的香草也是3.98，所以看一下3.98，它那个 size 在台湾卖的话，我看一下是多少。3.98美金等于台币多少？要求那旁边酷酷少，我前面的酷要求我就赶快跑，离他们远一点。好像这个是1.48这种 size 的这种小杯的，刚那个大杯的是怎么讲比较贵的。我要先绕跑，要求我会不会得肺炎？靠，要在那边酷酷少。金钱，计算转换器吗？写哈喽，我在录音，你在那个，找到了，3.98。什么鬼？从美金，等一下啊！3.98美金转成，
哦，你跳来跳去很麻烦。3.98，从美元换成。台币，哇靠！刚刚那一杯在台湾的话要127块，那4.25的话是128块，128块台币，128块台币就可以买那个麦当劳来吃了。他刚那个是1.98嘛。1.98的话，63.44，63块。刚刚那个 size 小杯的是63块啊，大中杯的话是算127，哇，这 size。也差太多了吧？啊，我爸我妈嘞，人无去啊。哦，我妈在那边看到了。他刚刚戴口罩了，他看到我赶快跑，开玩笑。哇，这真的是美国，真的是一堆饼干，饼干。哇靠！好了，各位，那我先结束现在的影片，等一下去沃尔玛的时候再拍。OK， 各位，转场。OK， 各位，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 Patrick。那我现在人呢，已经来到沃尔玛啦。那现在要先去看马铃薯了，马铃薯泥啊，目标是来看马铃薯泥的。每天早餐要吃哦。那那边是家具跟那个叫做什么药局，然后左边是就是一些东西卖东西的。OK， 各位，直接转场吧，等一下到马铃薯那边再拍，就是这样，转场喽。OK， 各位，我现在快要到马铃薯泥那一区了，那现在就直接录吧。哎，哇，它用成这样哦！哇靠，太赞了吧 ！OK， 各位，然后左边这一排全部都是卖肉。哇，各位，它的冰箱之前不是这样的呢。之前他是用那个，就是它很低，那、啊、这个是变很高啊，然后又很新，哇，超赞的，各位，史无前例啊！什么鬼？哇，品客哎、欸！啊？还会转地方了？会不会转地方了？有没有找一下？他有时候会这样笑笑的。哎、欸，在对面哦。啊？哦，在这边啊，没看到，笑死。来看一下马铃薯泥，我要来挑口味了，各位。我靠！哇，这个是那个原味的，然后这个是鸡蛋的，是 mustard， 然后这个是芥末的，黄芥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Roti 是什么？不知道。绿色的，是什么？什么米西啊？阿米西啊？不知道，还是都各口味买一看。笑死你！好，不然你买一个原味，然后一个芥末，黄芥末。原味吃过了啦，不要吃了，芥末吧。黄芥末，哇，一个2.50。那个呢？哇，绿色到底是什么？要不然买一个，那不好吃，就拿去，不知道给谁吃。对对。鸡蛋的。大家在说是鸡蛋的。我用鸡蛋。嗯。鸡蛋吃了会。没有被控。哎、欸，有鸡蛋比较好吃呢。我们不是都有会有鸡蛋的，一般都有。对啊，是碎鸡蛋的啊。
一般都要加鸡蛋的啊。好了，两个，就这个。OK。Paper paper。OK， 各位，那现在出去，那我现在看到这边，到整个左边那边，整个都是卖蔬菜的，这边有卖白蘑菇，还有香菇什么的，超多。然后这边有高丽菜啊，然后胡萝卜、节瓜是节瓜吧？然后还有小 baby 的胡萝卜，哦，还有姜一堆。那现在就先走吧，结账喽。结账喽！这卡掉下去了，地上都是。哦，我以为是你的。这是优惠。你要拿去那边装啦，不能放这样啦。哦，我去。啊！笑死。这两个放一起。这个能装，放装，对，行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龙掉了，不会龙那么夸张，不是哦，啊，好。好像要包垃圾。哇，各位，然后这边还有那个潜艇堡，台湾的，就是台湾的美国的美式的。OK， 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做到这边了。假如喜欢我频道，要不要订阅哦？拜拜。